当年尊府夫人生产之时，很可能服用了大量的催产之药，等到她为人母时，生产便会格外之凶险，随着年岁的增长也会愈发的体弱呀。顾大娘子对我有恩，无论如何我都要替她保守这个秘密。可如果七姑娘将来知道了怎么？她永远都不会知道。上次袁景阁的事情之后，我都不知道到底哪个才是真的你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就像每一盏灯都有不同的亮度。公子，出大事了，李玉龙死了。若是找到那份证词就好，只是不知道陆家渠那边什么时候对罗府动手。狭路相逢，见招拆招便是。罗府有证词，你替舅舅去罗府探索探索。明白。